包场，包场，包场。哎，说啊，秒秒掉，全是碎片，全是你一个黑暗物质砸死，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全部砸死。看到没有？刚才那个打过来，两个，对，啊、先上这一波啊。好，杀一留一，啊，杀一留一打法很细节的，对，你没看出来吗？看出来。猴子他来了，嗯，没事，他打不死我，我可以杀他。这波主要是刚卡了个视野，你看到没有？卡了个视野，这波对我来说是不亏的，因为我要回家，知道吧？我闪现也没交。怎么说？你看到现在没有什么学没学到东西吗？学到了。那怎么没有你？像这两天的，不是你要有你要不懂的地方，你得问我，你知道吧？不然你很难成长。成长啊，学得很慢。那我问你，你刚才为什么要说你打不过这个猴子？是打得过，打得过，是打得过。我，走位走远了，走。你想，我刚才如果不进这个草丛，他是打不过我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只是我犹豫了。我犹豫了，我又想杀他，又不想杀他。所以，当你不懂的你时候，你会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要交闪现？对吧？”怎么说嘛？就是很细节，可能就是细节。他没闪现，智慧，他没闪现，这就是智慧。你看，瓜小兵提出。看到没有卡位，我勾引他，看他队友干不干来救他，啊，跑不了，这个跑不掉了，这跑不了的，啊，还手，还手，我心想，你花里胡哨你在干什么？有，交闪现，交闪现，来一口兄弟，漂亮，快走，看这就是勾引，我就是放那么长时间不杀他。就是目的就是为了他队友来勾引他的队友过来，哎，然后造成多个击杀。哎，对了，很屌。对，我刚才如果早杀他早死了，给我的话可能就疾跑一开，对，带走了，对吧？就三二一杀掉，没思路，哎，没思路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个结局怎么样？对，是不是很舒服？但是你会说，哎，不是豹女来你死了，会不会这么说？还是什么？啊，那什么？感觉就是有点危险。危险吗？危险，你不就是指的就是差点被杀死吗？我血量少吗？嗯，那我这么告诉你，你笑什么？我这么告诉你啊，你看到的这个危险是我让你看到的危险，是故意的。正是因为我让你看到这个危险，别人他也会看到这样的危险，他才会过来。你明白吗？明白。因为你想想看，这血量我是自己可以控制的，我要想不掉血就不掉血，是不是？啊。明白吧？明白。啊，有什么用？你就把他杀了又能怎么样了？难道你还能推塔不成？你都没血了，你怎么推塔？小青年，十。这个也跑不掉吗？肯定是跑不掉呀。十。没有。哎，完了。还好，还可以。不是不，哎，不应该。他这个，我是想趁他开不了大的时候把他劈死，你看得出来吧？就是快。但是没想到这个人这么怂。他直接就开大了，他还有那么多血，他就开大了。这个人，他并不是说他能算到我接下来劈他，可能我，他不是算到了我接下来要快速的劈他，趁他不备来秒他，他没有算到，他只是很怂，直接开，他是单纯的怂，我是战术型快速这个快劈，所以他这个是阴差阳错，结果导致我的大招没有刷新，你懂吧？我懂。哇，这个人。如果刚才他那个大，啊。也就这样，如果他那么大没有开出来，你这一刀把他全死，那你全部死掉，这里全部杀掉，一杀两死。
阴差阳错，这个太捞了呀。好，他浪费了一个闪现，全部跟上，哎，队友是全部在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，这是没办法，但是他们一定是亏的，一定是亏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因为我知道我队友的几个人的位置，我给他这个机会闪现拉我，你要么拉我，要么不拉我，不拉我就风筝里拉我，我队友全部赶到，我虽然会死，但一定赚，对吧？哎，对面很明显上头，也就是说你其实当时也想到小鱼人会过来放个大，一定会啊，我那么做他一定会，因为现在仇恨值很高，你的目的就是我都他们来杀你，对，是的，你要不杀我就风筝你嘛，我就打你嘛，你杀我反正我队友在嘛，对吧？然后反而你还赚，那肯定赚啊，队友肯定赚啊，怎么说这个战术可以，而且我最重要的是我有金身我才能这么做，因为我有足够时间的勾引时间，他离我太，他们离我还是有一点距离的，我没有金身我不能这么勾引，我没有金身的话我队友可能走到这个位置我才敢勾引，因为我的金身可以把队友的距离延长，明白吗？明白吧？他们这很明显就上头了，不管是这个诺手还是这个小鱼人就上头了，他们现在对我的仇恨值是非常高的，你看出来了吗？看出来了吗？因为强，注意细节，先给牌，然后给 Q 点他后拉，没用，金身马上好，怎么说？哎，勾引还在勾引，他们还不知道，还不知道，还是不知道一个状态，还是不知道一个状态。哎，还看到没有？还是不知道一个状态，他是没有闪的，我知道，我开大，他死了，都得死。从头到尾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些细节？有多少细节？发现了没有？发现了没有？这波你笑什么？啊？上一波死还没过去。啊，这一波你发现了没有？有多少细节你知道吗？我如果把录像拿出来的话，能告诉你很多细节，太多了。嗯。但我大概跟你讲一下啊。第一，你有闪有金身，有闪，听我说，不要笑。有闪有金身的状态，这个情况下呢，你要做的是制造机会，知道吧？要制造机会。别人杀你，你不要那么着急就把他全部拿出来放掉，知道吧？你要让他以为他能杀到你，当然你也知道他所有的伤害、距离、闪现，全部都要算到，你才能够做的这么细节。马上回了。你看看，啊，我并不是很懂，啊，看到没有这个距离的掌控？来，上，但我这边不能去啊，我的范围就这么多。你看看。他死了，这伤害巨高。